哇塞！哎呦，啊，这有竟然还逼死掉两个，死掉两个，不会都抬高，而且抬高它上去会爆掉嘛？哎呦，我家这个可以叫无影脚哎，恐怖！原来这种人还是要喝水啊。漂亮的脚，尤其刚刚突然间，怎么会想出这么快的五点？只能为五点啊！我脚要打上去，你不是看打在上，就是我们也差，根本都来不及看。对啊，其实我以前很喜欢玩那个喷射客机那样的，有三面那个立体的，然后飞机什么起飞什么下降，然后。我每次玩到一半才发现，为什么呼吸有点困难？对啊，因为旁边也围一大堆，真的这样的围一堆。那飞机是开得很好的哦。我是玩飞机的嘛，所以他的理论我知道。说玩完以后，就有一个人跟我说，有个小姐说：“先生，请问你是不是 pilot 来的？这样是不是驾驶员？”啊 ，yes， 这样。突然听到后面很多人讲：“我来的更多是一朵雪。”稍微讨论。今天有那个，我是玩快脚的嘛，那这个有两种，一种是花式，一种是快脚。花式就是那种 freestyle 那一种。那今天我们就是台湾冠军 freestyle 有来。freestyle 好一点讲，我要问你问题。来，再来。只有几句话，实在是太可爱了！掌声给他们鼓励。